煮回家吃。妈，我们今天不回家。什么呀？妈煮回家？啊，我不要回去哦。家讲清楚来看了，阮的老姨妈跟姓姨妈，快吃香的脸庞，都起了一颗老二妈的眼泪。等等嘞，哎哎哎，廖大哥，嗨，又什么话来呐？我看到妈做五头毛呢。每礼拜三暗时10:30，报道神很大 ，Oh my god！